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21号，现在快11点了，我刚冲了个凉，然后我今天呢要去吉隆坡机场，然后搭飞机是晚上7点的飞机。我现在在吉隆坡中心，然后我看到有4种方式可以去这个吉隆坡机场啊，一是火车，二是巴士，然后 taxi， 然后就是自驾。我没有车，所以只能选择前3种方式。然后打车呢太贵啊，巴士呢稍微慢一点，所以我决定呢做一下这个，尝试一下这个坐火车去。坐火车呢需要40分钟，然后我看到是每一个整点，就是11点、12点、1点、2点、3点，然后应该还会往下4点、5点、6点，这样有这个车次啊。现在11点啊，我尽量去赶一下12点的火车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火车上见。穿过我对面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就到这个 KL 中心了。Hi. Can I get a ticket to the airport? Two. Give me the two. Hello.他刚才告诉我是最后一站，吉隆坡2号航站楼是这个车次的最后一站。扫一下就可以了，扫好一点。我刚才在网上看的票价是45，但实际到这来买是55。出发了，好准时啊，一分都不差，就12点整点出发。昨天坐火车也是这样，发现这个马来西亚的火车的这个时间，它那个非常非常的准时。到了2号航站楼，这个他们这时间算的是真准呢。出发整点，然后现在到了12:40整，一分都不差。虽然好多年没有来了，但还是有点印象。还没什么变化。看一下我的航班。刚过了海关跟安检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非常的冷清。吉隆坡的机场这有点冷清的有点吓人呢。我的天哪！我记得我每次来吉隆坡转机都会来到这里吃饭。哇！空空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谁能想到今天这里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今天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真的那句话说的真的太对了，要珍惜每一个当下，珍惜热爱享受每一天，趁有机会多跟家人，多跟你的爱人多说一句，多说一遍你爱他们。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